梅菜扣肉来了啊，冲出他们家了。天，我这个真的九月好香哦。家人们，过年囤年货了哈！像我们这个梅菜扣肉是给你们开的活动价，59块多啊，给你们发的是3盒。以前的话，我们49块就才发2盒。就有的客人来了哈，你来不及做菜的，直接给他蒸上1-2盘，啊，好看又好吃，味道好啊，主要是。这个梅菜扣肉不辣，特别是这个梅菜老香了，下巴。吃饭啊！今天我们吃鹿茸菇炒鸡肉。这个鹿茸菇嘎吱嘎吱脆啊！这个鹿茸菇的话，它是，发的是2袋，1袋的话就是这个分量200克，它里面是湿的啊。如果说你们买的是干的，快递运输当中哈，它容易碎，这个就不会啊，基本上是没什么碎的，它只是大个小个，但是没有什么碎啊。你们过年啊，囤点年货，拿回家炒腊肉、五花肉、炖汤、烫火锅、凉拌都可以，清水洗一下就可以炒。这个配料表的话也是您添加的，非常干净啊。
烤肠活动来了哈！今天啊，这个不仅给你们优惠两米啊，再给你们加赠那个五根，再给你们送五包这个香辣干碟啊，就是哦，麻辣干碟。这个的话，你们可以用空气炸锅油煎油炸都可以啊，就把这个干碟给它倒到上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味道巴适的很啊。这个烤肠的话，里面有四个口味啊，可以选择。这个是蒜香，多了一个黑椒，一个蒜香，新口味，就是那种蒜香味儿。这个也不辣，原味也不辣，黑胡椒的有一丝丝微微辣。尝一下这个黑椒。这个黑椒口味也不辣，10发45根加五包麻辣干碟。不要有喜欢的羊妹把链接挂在视频下方看看，拜拜。